是有一位同修在问，因为他的佛台上呢是，他是以前是修其他法门的，然后他的佛台上没有供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，然后他在念的又是之前的那种梵文的经文，然后他平时呢又是在按照心灵法门的方法在修行，不知道这样如理如法吗？时间长了嘛，总是效果不佳呀。开始的时候能够这样也很好。反正总比不修好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等到他后来要想非常灵验的话，他还得按照心灵法门的方法做。好了。好。